开呀，眼睛在这儿呢，藏着呢。害怕吧？收回你刚才说的话，害怕了吧？志愿写你拿的，你写没有用啊！我已经走了，我已经毕业了。写了你也遇不到我，济南大学太大了，你看不见我的。I need you right now. So don't let me down. Lose my mind now, it's in my head, darling, my hope. 上过高三吗？为什么我都上大学了，没上过高三吗？对呀，我在北京啊。我不是憨憨。Don't let me down。考山大威海分校考不上，而且山大威海分校只有几个专业，只有那几个专业，专业不是很全。骨塞好，我可没有骨塞呀，没有骨塞呀。怎么还开始打扑克了？在下面什么对三啊？石油大学也考不上。I need you right now, I need you right now, so don't let me down. 山东威海人，我怎么又凉了？我怎么老是凉啊？我怎么凉了？王炸要不起？怎么这么多人有王炸？我喜欢什么专业？我一开始是想学金融的，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梦想着自己成为一个能在商界呼风唤雨的人，就是那种商业女强人，然后会八国语言，然后，就是叱咤金融界，然后就有还就是别人给我开车，我有司机的那种。但是发现我就是小说看多了。所以不能看太多小说，知道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就好好学习就行了，不要看太多小说，知道吗？最后呢，最后就是普普通通的上了个大学。我现在会几种，只会中文啊，英语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也不是特别好。Powerless with you, and I don't need you. 那你和咸鱼有时间吗？什么意思？多播一会儿也是就得不得呀 ？Held me down the night broke free。我98年的，远一点我看不清弹幕。我会七国语，牛逼。And I already saved my life。我这两天在看古风的小说，现在动不动就想整两句就是这种文绉绉的话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那天有个人说，有个人在下面评论我说我是百万录音师，我就嘲笑他，我就说你把录音、混音、修音这几个东西弄明白了，你再来学别人说话，回复我好吗？然后他说，啊，百万录音师怎么了？不对吗？然后我就说，我这是自己在家录的，何来录音师一说？你看这最后一句，何来录音师一说，是不是就有那个古风这个味儿了？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最近看古风小说看的太多了。怎么再发句号了？怎么你无语了吗？赘婿，我看了一集，感觉不是我喜欢的那种风格。Now I don't need you face to face. Oh, I don't need your hand to hold in mine this time. 真的，朋友们。
你们不管去哪个音乐主播下面，就不要说什么百万调音师、什么百万混音师什么那些，真的很，就显得很无知，知道吗？ Already saved my life, already saved my life, already saved my life, already saved my life。播到十点半，准时下播，我绝对不会拖堂的。我是山东威海，庆余年我就没有看，我就不是很喜欢。后面有甜的，什么甜的，赘婿吗？不喜欢看。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20。Don't even hold in mind this time. You held me down and I broke free. Already saved my life. Already saved my. 哎呀，后天发什么歌呢？哎呀，好发愁啊！你们有发现我最近的更新是一条中文，一条外文，一条中文，一条外文，一条。唐说想让你带他打游戏，可以呀，唐。但是我一会儿想先录个歌耶，奶糖。拿雷炸死我不会的。那我先陪你玩也可以。我想下。对的。那我先陪你玩也可以。我想下了播找找我录什么歌，先把歌录了。对的。那我先陪你玩也可以。我想下了播找找我录什么歌，先把歌录了。别这么说奶糖，你们多厉害吗？说人家像人机，你们多厉害吗？谢谢流氓兔。那你也没见过你们戴妃呀，老在那说人家。Dreamin', dreamin'。一会儿下播，还有3分钟。我不开学啊，我还开学吗？我都是社会人了，我都是社会人士啦。请你搞清楚状况好吗？我都是社会人了。可啊，你都习惯，别习惯，说他们，你说回去。我在哪儿搬砖？我在北京的一个桥洞下，我是捡破烂，我在那捡破烂，我现在睡在桥洞下。什么段位？我这个赛季没有怎么玩，好像是钻三还是钻二，我还没有白场呢，我还没打够白场呢，没有怎么玩。会化妆吗？让我来看看你是何方神圣来。你不喜欢你就不要说哦。吃鸡呀、啊！口红是圣罗兰黑管420。我不困，我就是战略性打哈欠。现在在北京捡破烂。什么成绩好吧？小时候成绩好，大学不行了，大学就是及格。小时候初中我一直都在艺考场的，我们艺考场就50个人还是60个人，我一直都在艺考场，从初一一直到毕业都在艺考场。
高中忘了考场是什么样的了，高中反正也还不错吧，也还不错。上大学就是，大学就。还不错吧，也还不错。上大学就是，大学就是，你怎么老是对三啊？怎么打扑克都一直是对三呀？上的一本啊，一本，但不过是不是特别好的一本，就是很普通的一本。下班啦。漫长的直播终于到了终点，虽然我很不舍得离开你们，但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的。拜拜，希望大家早点睡觉好吗？不要熬夜，拜拜，朋友们，下班啦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关了关了。